个电台 Capital 958城市频道，今天是2023年5月10号，农历是3月21，星期三。听众朋友早上好，958城市频道全天24小时通过立体声调频95.8兆赫播音，欢迎您的收听。 Capital 958城市频道资讯第一台，抢先听958城市频道资讯第一台。早上6:01，新传媒时代电台 Capital 958城市频道，现是由一心和嘉宾要为您报道新闻。国会三读通过贪污贩毒和严重罪案和滥用电脑法令两项修正法案，加强对付钱罗和滥用电子政府密码Pass 的罪行，共有8名议员针对两项修正案发言。主管网络安全事务的通讯及新闻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杨立明在总结辩论时表示，警方在调查案件时会把涉案人的心智能力考虑在内，被诱骗分享银行账户或 SingPass 验证信息的人不会面对法律制裁。此外，修正案也涵盖电子钱包等支付方式。部长说，修正案的目的不是要增加提供人数，而是要大幅度减少钱罗的人数。当局希望这能够起到组合作用，避免更多人成为钱罗，进而减少被控的案件。杨立明也呼吁人们妥善管理自己的银行和 SingPass 户头。